有请我们的宝藏男孩张雨欣，欢迎来了吗？哇，这唱牛仔衣。Hello， 来，请坐。请坐。你知道吗？今天来之前，然后我要请你喝一杯奶茶。哦。因为刚才那个王老师来送了一杯奶茶来了。来。他说要够，让我跟你分享一下一桶的。哇，这个太夸张了。他本来说拿两桶，然后我俩一人一个吸管。我说这个喝完之后又长了好几斤肉。啊。我给你倒一杯吧，可以不？哎，但没想到直播有这么多台机器，这么多人。就你来了这台都这么多，你以为你平时会这么多吗？没有，他们不想看我。不会吧？真的。跟你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嗯，对，太不一样。吃点水果，来，我给你倒一杯奶茶啊，因为那个一心弟比较喜欢喝甜的，吃甜的东西。对，反正你也不需要减肥那么瘦了。那也不是，少喝甜的是好的，不然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就不能喝一大桶，我给你来一小杯，好不？可以。好，这里是我们的摄像头，然后他们就打你的名字，你没来就打你名字了。他们已经有人在提前祝你生日快乐了。谢谢。10月7号，还是到那天住吧。到那天住啊。那我们这样嘛，因为一心一来、哦，你们就是给反应的那种是吧？哇，对，其实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反应的，但也可以随时。我们就是真实的反应。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就你带了一个朋友来嘛，然后等一下那个朋友来，我估计大家全场都会尖叫，因为他们都没有见过。对，我提前见到过，我已经尖叫过一次了。哦，是不是还蛮好玩的？这里看这个摄像头，那个你不用管它，去这里。然后这里是你的那个看你的评论可以看到答你的名字的，跟你互动的一些评论，好吧？我们刚才聊，我说大家对你的印象，来，你先喝点这个，然后一会儿拿点吃的啊，你要吃什么？零食，来，零食，对，准备一些零食。我们在聊天，你知道吗？就我就很好奇，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觉得别人都是听你的歌，然后知道你的人，我以为只有我是看剧，然后认识张艺兴，然后发现哇，他会唱歌，会跳舞，会那么多东西。后来发现很多跟我一样的，都看你的影视作品，然后会有来叫你二爷的，所以。你的剧什么时候在拍？我感觉是来催你的。没有，就现在刚刚拍完一部那个《落花时节》嘛。啊。就跟雷佳音跟袁泉姐演的。嗯，《落花时节》。对，然后下一部戏应该就是，这说嘛。能说吗？不能说。哦。这能说吗？你千万别把有的不能说的说了。好。那我就成了罪魁祸首了。没事。不能说是吧，就反正就快有新的剧出来了，有，赶快马上要拍了。对，然后那个综艺节目最近有点多，综艺节目的话当然我们看着很过瘾，然后包括前两天在直播间我刚那个抽了街舞的门票。哦，是。然后身边所有人都问我要，我说没有。哦，对，我也问我要，就我真的没有。就总决赛的门票是吗？对。你们没有门票吗？我们真的没有。工作人员进不去吗？工作人员可以进去吧。哦，你这么说的话，那也可以，就多要点卡什么的，可以，那种牌子，挂的牌子。啊，但要维持秩序，所以说就是问你要也没有票。没有。哎，今天没有人跟你要链接吗？已经来了，他们让我要张艺兴的链接，让我帮你挂上链接。你觉得这个可以吗？可行吗？哇，这个。他们怎么卖？就把你做链接，然后5、4、3、2、1上链接。哇，是一块起拍。不是一块起拍的，我们就是呢那个一手货源在这里。这样嘛，我觉得一心弟弟来，我们今天再抽一波奖，我想送一心弟弟的签名照，好不好？我们这样，我们抽5个人，然后呢每个人呢一个一心弟的签名照，再加你代言的产品。哦，我就送那个酸奶嘛，每人一箱。来，你先吃点，你想吃哪个？我本来想给你准备饭的，他们说你爱吃甜食，然后我就放你边上来，你一会儿可以随意吃啊。我们直播间就是随意，你想干嘛就干嘛。这行了，不用担心。你要吃什么？我喜欢吃一个叫，我不知道，一个饼干，就是那种夹层的夹心饼干。不是，它是叫什么？奥利奥吗？不是，夹层的。就是一个上面有什么雪什么的。不是，他说是旺旺吗？不是，有一个雪，就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看有人知道吗？我去给你找来。把我们的那个对面那个饼干都搞一点出来，全拿过来。国外的牌子，然后是嘉兴的。对，有白色的包装跟蓝色，深蓝色的包装。啊，你记那么深刻？白色包装跟深蓝色包装，你没有知道？来去找一下对面的那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现去找。好的。我去给你掏一下看看有没有啊？是国外的牌子，他们已经知道。哦。什么？对，那个猎人。白雪猎人。哦，他们在说了。哦，白色猎人，找找看我们的这边有没有？嗯，可以。我去给你拿去。早知道应该先问一下你，没事，应该先，哦，有啊，哇，你们这怎么啥都，对，基本上这你想要的我们这里都有，来吧，去拿过来，有是吧？家的百宝箱，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多拉维亚吗？不知道，就有个口袋。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你看我直播不？我知道唱歌跳舞做音乐。就你看我唱歌跳舞，然后你不看我直播？嗯，看过。然后你买过吗？我因为我购物都不是，这样的。看直播买？不是，我是有什么需要我才会去买。就你想到买什么了，然后你就搜一下，然后再买。对。所以就是，你觉得我声音好听、啊？一星星太可爱了。这样我们开始来，因为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然后也是一星弟弟第一次直播，对对吧？就从来没有直播过，尤其这样带货性的直播。没有带货性的直播没有，但就一般跟自己开个手机跟大家直播，可能也直播过那么一次两次。就聊天啊干嘛的？没聊天，就我做音乐，就给他们听我怎么做音乐，给他听你在做的那些音乐。对对对。好，那今天我们有个游戏。是。哎呦，你是不是很会玩游戏？我会玩。就我自己代言的游戏梦幻西游啊什么的，就刚讲梦幻西游。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就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吗？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一个游戏，破冰小游戏。对，然后其他我们可以讲一下。好的，就是你说我猜。我觉得你坚强，你觉得我说的对。对、那还算了解你。你是从哪方面了解我坚强的呢？就从今天刚刚吃饭，跟你吃的那个饭，觉得你坚强。觉得饭很难吃是吗？不是然后坚持把它吃下去了是吧？那不是我就觉得他们在笑。其实就是我们聊天的内容，我们俩刚才去聊了一会天，然后呢就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对然后一会儿可以讲一下历程。因为我是觉得那个一心很不容易，因为我在那个环境待过，就从训练啊干嘛的，我觉得是很难常人去能一直坚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像我就没坚持下来，但你一直在坚持。那其实喜欢这个事儿，还是就不会觉得那么累。好吧，那我们开始玩游戏吧。来，好，来，琪儿，我们来讲一下。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游戏吧。今天就是你说我猜这个环节，然后顾名思义就是看口型来猜词语。你要不要进来？还是你就是在那外画外音？我都可以，我随时穿梭。来，你随时穿梭在这里，对，都可以。就其中一个人戴耳机，然后看口型猜另外一个人说出的词语，但是就是耳机里会放音乐，大家听不到的。然后就只看嘴型，不能用手部动作去猜对方的词语。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就是给一星一分钟时间，然后 VR 一分钟时间，看谁猜出来的词语多。好，对，猜出来的多就获胜，然后输的人会有惩罚。惩罚我们先保密啊，因为今天他们玩的有点狠，不关我的事啊。啊？什么什么？对，待会儿我们再说。我们不知道有惩罚，所以就是发红包吗？游戏黑洞要加油了，今天。我是游戏黑洞，他不管谁来我都不可能赢。不会的，真的。他真的输了很多回。然后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整我呢，故意放水的吧？不，真的是整我呢。他们想看到我就是各种就是不会赢的样子。好吧，那第一个那个，你们可以要是剪刀石头布还是谁先来戴耳机？谁行？我都行。那剪刀石头布吧。好，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戴耳机。好，可以。好吧，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哦，没有先来。我认为我是游戏黑洞吗？来吧，戴耳机，准备音乐。哎呦，这什么？能听到吗？嗨，这春节晚会的歌吗？不呀。对，看大家就可以了。待会儿你可以看我这边。薇娅，听到吗？薇娅，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啊？听不到是吧？那 OK。听到。好，检查好了啊。来，那白龙准备一分钟的计时哦。好的。那我要开始了，一分钟，我们准备计时开始，你看我就可以了。不是这个，你怎么可能啊？这个东西。老。哈哈哈哈哈哈！好，3、2、1。啊？什么？重新开始准备，来倒计时啊！重新来，重新来啊！刚不算时间，不算啊！一分钟准备，谁倒计时？白龙准备，3、2、1，开始。老要鸟，老龙，老龙，我要哭。老龙，龙公。龙就老龙龙游泳。哎呀过黑猫警长喝牛奶，黑猫警长抽烟。啊？什么？黑猫警长对不对？对。黑猫警长喝牛喝有牛牛奶哦，我错了，喝
来。我的天哪！啊，是吗？对吗？哇！一分钟时间到，那我觉得我们要不再加一题试一下看看。好，加一题。对，冰，冰，笔，冰，冷，冰放在这里面的啊。冰哦，糖，啊，糖，糖，甜，甜的，甜的，糖，糖，冰，冰，糖，奶。糖，糖，甜，杯，糖，奶，啊，北京，啊，北京特色，杯子，是什么？冰糖，笔套，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哦，对了，哇，可以可以，厉害厉害。对，虽然我们说是不能就是比划，但是只能用，结束了，结束了啊，结束了。对，因为我有对吗？等一下啊，因为我们刚说的规则是说只能看口型，但我觉得你们今天出的题目太难了，我觉得加上动作是没问题的。然后刚刚我们对答对了几题，两题 ，OK。因为刚时间到，我们附加了一题，待会儿你时间到，我也给你附加一题。好，不是，因为你知道吗？那个一心他会肢体语言，但是我又不会肢体语言，我完了，我觉得我要现在是我了，对，谢谢你了，完了。太难了，你们今天弄的，来来，这是什么？在后面看是吧？好。我刚才只算了两道题吗？对，而且给你附加了一题，所以待会儿时间到我们还可以附加一题啊。来，准备好了吗？倒计时开始了吗？告诉我，能听到没有？听到吗？啊，听到吗？听到吗？啊，听到吗？听到。我们再检查一下。好的啊，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六个字。康熙啊，康卡西心在开心菜。打麻将，打麻将，对，康熙要死，汤，打麻将汤，康熙在打麻将，康熙在打麻将，哎，有点对对对，第一个字，康，康熙在打麻将，对，来，这个有点难啊，英文啊 I have a dream. 爱开放。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啊！英文题都答对了，哇，这个太难了，这个难了。欲穷千里目，五九，煮酒。欲穷欲毒酒，欲穷。毒酒，欲穷；无酒，欲穷；无酒，欲穷，千里木，欲求千里木，更上一层楼。时间到，没有后面了，再附加一题，有吗？啊，来，更上一层，对，时间到，我们再附加一题啊，来，你好像是花。你好想使坏你好像是花你好像是花却不是花你好像是花却不是花来时间到 OK 那几题三题厉害我觉得英文都加分了真的输了薇娅真的又输了这边赢了绝对赢了英文都答出来了我的天哪那然后输了干嘛呢你刚刚没跟我说输了输了来我们秘密的惩罚谁端上来这不是我设计的我等一下什么惩罚我觉得太可怕了哦苦瓜是我肯定不能接受不行哎这个不行哎这个不行哎这个我吃不了我本来不是你确定给我吃吗他们觉得是苦瓜不行这真的要吃吗这不行啊要的这你的奶茶我放这里你们今天我觉得今天那个趁着一心弟来你是整我来的我觉得你要不这样苦瓜它苦嘛、你泡泡这个奶茶你试一试试一下哇这什么味道确定可以吗你爱吃苦瓜吗肯定不爱吃好像没什么用啊你怎么吃下去的？难吃。哇，一点用都没有。你们俩的表情简直两个人完全不一样。你不觉得苦吗？就好苦啊！苦啊！
啊，可以了，就这样吃。可以吧？可以 ，OK， 通过了。嗯、来来，哎，谢谢。等一下，你先来，这里有。没有，一心弟弟还也吃了一个，他们说多吃点苦瓜，然后对身体好。你每天吃，你试试看，好不好？这个惩罚真的，我本来说我说苦瓜吃就算了吧，他们居然拿了苦瓜直接上来。好的。你知道吗？你今天来的时候，刚才那个王耀庆舅舅在学你跳舞，你刚有看这段吗？没有，没有人告诉你吗？没有。他上来之后，他说他是张艺兴。啊，是吗？嗯，然后跳段你的那个 prom， 对 prom， 然后他说他很想跟你 PK 一下，人在走了吧？在吗？就是走了。我们接下来聊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的把那五种跳那么出神入化？没有。你学多少时间啊？他其实五种，我因为前面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舞蹈基础嘛，嗯，然后又有一个好的老师在旁边教的话，嗯，可能成长稍微迅速一点，但也不是那么好，还需要进步了。已经很好了，你太谦虚了，你要不要那么谦虚？我，不然的话，你要，我觉得要对标那种特别，就比方说这个舞种的创始人，嗯，那他跳那么好，那我现在。你是要偏跟那个，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跟最顶尖那个，然后去对比。然后如果别人夸你说，一心你跳得好好，或一心长得好帅，然后你当时的反应就是什么样？你觉得我可以再帅一点？长相这个因为是父母给的，就只能是接受和感恩了。这个，但是后就是技能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后天是可以，用更多时间去培养跟培训。嗯，你知道吗？就我们直播间有很多那个就是宝妈，然后让孩子在学跳舞。哦。就包括看了街舞一类的一些节目，然后就让孩子，有的是男生，有的是女孩，然后你有什么建议吗？就如果小朋友的话学跳舞，然后你觉得多大比较适合？哦，其实小孩就是从小就可以陶冶情操，嗯，然后根据小孩的兴趣爱好来培养，嗯，是会最好。嗯，我个人会建议就是看小孩他们自己想不想做这一块。嗯，因为如果他自己不是很想做这一块业务的话，他会自己会觉得很累或者觉得不幸福。嗯，是这样的，就很多的外表看着好像就很帅，然后天在舞台上面，然后其实背后要花很多时间。对对对对，就包括一些练习什么的，就你可能看不到的。就首先你要让孩子爱上这个舞种或爱上跳舞，然后再去教他学。我觉得每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你比方说，我也没想到直播间有这么多人。哎，你真想他们很好奇直播间都有多少人？直播间其实也不多，也十几、二十、三十、四十，左右吧。对。就可能大家跟就是跟别人看到你的不一样的，比如镜头里面看到张艺兴跳舞，可能看到背后他付出了多少，是不是还是很苦，嘴里面还是分泌了那个苦瓜的味道，还是对不对？然后那个我之前在车上有循环一首歌叫《湘江水》，嗯，哎，你知道吗？那首我们这可以讲吗？就当时我们觉得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当时觉得很惊讶，就跟之前感觉不一样，是用方言在唱的，对，然后你知道我们那天开玩笑说那个节目里面，然后你跟盖的角色互换，就盖越来越像你了，在唱歌，然后你的那个歌曲，然后那个话让我们炸天，哎，这个方言，哎，谁谁一听，哎，一心用长讲的是长沙话，对，是长沙话哦，那个没有，我跟盖哥估计聊天聊多了，就互相影响了，就会音乐也会融入到一起去了。那个怎么唱来的？你会那个教两句那个长沙话？是什么？你是想学就是稍微。地道一些的东西吗？地道一些的吧。我们有很多长沙人啊，有很多湖南的朋友们。我想想啊，你在想哪一句是吗？来，这里有歌词。先要吃锅饭，老子的就不是嗦粉。先要走掉奥特命和你的火药冻得稳。你要先收 fresh 学费，你不得你滚。气不等油，火不等原谅你不等我的根。其实这个其实说的每个行业都是这样的。你确定这一长段你想写哪个？这个我肯定是学不会。你看，想要吃这碗饭，嗯，那真的不是嗦一碗粉，嗯，想要你做条奥腿，奥腿的意思就是你想做一条，怎么讲，就是非常做得很出色，嗯，名和利你都要端得稳，嗯，啊，你都要端得稳，嗯，你要想 so fresh， 先学会泥巴里面滚，七不懂又八不懂，原谅你不懂我的梗。第一句话是想要吃这碗饭，然后那个长沙话怎么说？想要求锅碗饭，想要求锅碗饭。哦，那真的就不是嗦粉，那真的也不是嗦粉啊。就以后就是比方说遇到一些比方说想要吃这碗饭的后辈，你跟他讲，嗯，先要求锅碗饭，
想要求公法，那真的就不是说分，那真的也不是说分。我以后就这样，别人给我讲什么那个薇娅，你对后面的主播有什么建议吗？我就把这个唱出来。哦，可以可以。我就一心弟弟叫我唱的这段。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包括那个新的 MV 的那个视觉冲击力都很大。哦，谢谢。对，我看那个视觉就感觉不太一样，还看你各种版本，然后有那个舞蹈版本的，然后有那个 MV 版本的，然后有现场版本的，很多也很炸，对不对？我觉得那个一心弟弟是只要有那个歌曲和音乐出来，他马上就不一样了。就你刚刚讲话讲的突然同时，一来不一样的感觉。你喝点水，喝点水，倒杯温水来。嗯，好。对，然后今天刚刚讲了，一心弟弟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哎，今天带了一个朋友，哎，然后这个朋友很特别，哎呦，然后呢，他是谁呢？他会给我们直播间带来欢乐。哎，然后我们接下来有请这位，他是一个异次元的化身，小 Z 在哪里？Come on！ 哇，来了！我今天开玩笑，我说小 Z， 小 Z 是那个，嗨，嗨，嗨，大家好！哇，小 Z 也是专辑的异次元虚拟形象，刚刚从淘宝人生穿梭过来，很高兴认识各位。哇 ，Hello， 这是你的虚拟形象。哎，他非常可爱。对，然后呢，他叫小 Z， 是那个张艺兴张的一个前面那个字母的缩写。对，他是我的 bro。嗯，然后呢？他是我兄弟。好，那是兄弟的话，我觉得是兄弟就是兄弟就废话不多说，先来抽波奖吧，要不来来来，你这突然冷不丁的把我吓一跳。他今天穿衣服跟你一样的。哎，小弟，你今天学我。好的，你看好看吗？好不好看？好看，我觉得小 Z 你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来抽波奖。那既然是那个我们一心弟弟的虚拟形象的化身，我觉得那你肯定要会一点什么才能吧，技艺什么的。要不跳段舞？嗯，当然没有问题。要音乐吗？真的会跳舞吗？当然。要音乐吗？来吧。DJ drop the beat。好好好好好。好啊。哇。哦，还转个圈，哇，怎么样？你知道小 Z， 他来自淘宝人生，他是，而且他这只是他的一种形态的呈现。嗯，就他会有不同样子，是吗？还有更多惊喜在后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然后每天他可以有不同的衣服，然后这是我们那个一心弟弟的一个虚拟形象的一个人物，然后你们也可以有，因为这是淘宝人生，你在淘宝搜索那个淘宝人生就有了。其实我也有的，对，现在可以帮我那个看一下。我也有。哎，你们也可以有啊，你们一会儿打开你的淘宝，然后可以搜一下看看，你知道吗？现在就是都有这种虚拟偶像了，然后虚拟，然后还有虚拟主播，就现在有主播也是虚拟主播，对，我压力好大，我觉得，是吧？对。然后呢，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的那个淘宝人生，对，淘宝人生就打开淘宝，打开淘宝，然后搜索淘宝人生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可以点开来，然后点开就是你的虚拟人像，对，我们进去，然后还可以有很多的服装可以去选择。还有如果说想要跟刚刚一新的那个异次元的形象去互动的话，可以点开这边左边，点开这里就是小 Z 啦，对，这个里面。大家好，看到我了吗？嗯，在这里，对，可以进去互动，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选服装。对，这个那个淘宝的这个虚拟人生也是我们的一新弟弟代言的，这个很好玩，然后里面可以换衣服。对，小 Z， 你累了是吗？有一点点累，刚刚跳舞真的太累了。哦，累了。来，我这里有瓶水，让你靠一下，好不好？好的。你靠一下吧。你别跌倒了啊！慢点，慢点，慢点，来，让你靠一下吧。哎，你的舞在哪学的？我就是自己跟着一心哥哥的视频学的。哦，就看着视频，然后边看边学的。可以，可以。对，那你今天来我们直播间，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当个主播呢？嗯，我是要当一个主播的。哦。所以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礼物呢。哦啊，有礼物？可以帮我把礼物拿一下吗？什么礼物？这个是，这是什么？这是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小盒子里面可有大学问呢。这个小盒里盒子对啊，这里是芹菜。对啊，就是芹菜，就是勤奋好学的意思。哦，嗯，里面还有红豆，暗示鸿运高照。哦，鸿运高照是功德圆满，贵员功德圆满是苦心教育，功道是早早高中。哦，丹若桥呢，就是承载着我平平无奇吃货的满满心意啦。哦，你这是要拜师吗？所以你今天要再体验一下直播卖东西吗？哎呦，可以，这个收下了啊，谢谢，谢谢我们的小 Z， 然后也期待就小 Z
有时候会换装，对不对？就是我们一心弟弟，然后有不同的衣服，他也可以在里面换。然后你们也是一样的，每天可以打开淘宝，搜索淘宝人生，然后进去以后，然后里面可以换衣服，很好玩。其实我们之前有玩过。对对对对。就是里面有头发发型啊，然后你的那个衣服呀，然后你的裤子呀，都可以去玩啊。嗯。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一心，就你平时网购一般会买什么东西？我最近网购买的应该都是给猫的东西吧。哦，给罗他们，萝卜他们的。对啊，撸撸啊，萝卜。对，猫砂呀，猫的用品。对，一些用日常的生活用品。你是属于那种说很容易被种草吗？就别人说那个一心有什么东西很好吃，很好吃，然后你要不要吃一下？你会去马上买吗？哦，就这样安利，现在说种草。对，安利，你是。我是哎，对，我也会跟风去消费一下啊。我就感觉那个心弟很可爱，然后呢，他对一些就是词，他就是很后知后觉。然后你到现在知道安利是种草的意思吗？哦，对，刚刚那你知道拔草什么意思吗？拔草你知道什么？脱粉。拔草。拔草。种草就是我想买拔草。拔草。真不知道，就是我爸已经买了。哦，是吗？就是这。以前不是清空购物车吗？对，那个是已经是很多年之前的那个词了。就是现在让大家买，就是麻烦大家这个拔草的。不是，就是我对个东西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看一个东西很想买，比如说这个酸奶啊什么的，但一直没买，一直犹豫要不要买，但最近把它拔草了。哦。就最近把它买了，是不是很好玩？不知道。他们问你是不是现在是，他说清空张艺兴，这个不能清空。我们今天张艺兴没有链接，但今晚有艺兴弟弟代言的产品，等一下在我直播间。他们很多人很喜欢看你跳舞，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人很看你演戏，所以要多营业。他干嘛呢？你俩在？我不知道。小鸡现在咋了？小鸡？小鸡你怎么了？你刚刚那个表情？我刚才戳爱心呀。戳那个哦，他在点那个点赞。我们现在有1716万赞，他在点那个赞。哇。他可以摸摸他。哎。可以摸摸我。太好玩了，我觉得后面以后直播间可能多一个这个虚拟人物在我们直播间。小弟，我告诉你跳个段舞，你看你学不学得会哈。啊，哎，姐一要不一起来啊。你看很简单很简单，做就好了啊。来，准备好，三二一，一二三四五，是的，然后六，啊，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记住了哈。姐记住了吗？没太记住，但我跟你后面跳来。五六七的，一、二、三、四、五、六，哎，这个就是一般大家听到音乐的时候可以律动。律动，对。比如说看抖音刷到那个音乐啊，然后跟着音乐，然后可以来一段。比方说，哎，你们能放一下我的 Honey？ 啊，放下来，搜一下我们的那个 ECD 的那个 Honey 那首歌。我之前在有看到你那个帽子戏法也很厉害，就你各种那个都很厉害，但学不会，真的学不会。没有没有，可以教你，你想学的话可以教你。我觉得你教我的话，我估计得教个几年。不会不会不会，一下就好。是吗？对。那我们一会儿我们一起可以来，大家在镜头面前也可以来。今天跟那个艺兴弟弟一会儿来学一下跳，一二，就是丢两个东西上去。啊。我今天丢两个东西上去，抓下来。哦，小子你学会了吗？小子。好像学会了，你要不要？你先来一个。对，你先来一个，喊个口号，一、二、三、四、五。哇！哇！等一下，哎，他们是很好奇，他们都以为那个小 Z 是提前录好的，其实并没有。然后里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他都可以回答，而且可以现场学，对啊、是不是很厉害？我们现在哪里？我们现在淘宝直播，然后微博也可以同步看到啊。哎，是不是学得很快啊？对，厉害了哦！因为他是你的虚拟人物啊，哎，当然得厉害了，嗯，好不好？来，音乐我们有找到吗 ？OK 的是吧？那我，你看啊，哎，啊啊啊 ，Honey， 哎 ，Honey， 哎 ，I know what you really like。哦，就可以跟那个 ，Honey， 哎 ，I'm really sure。哎，就看得很简单，其实那个律动还是挺难的，都他旁边都已经跳起来了。你看小 Z 还跳起来，小 Z 好玩吗？小 Z 好玩吗？他们太有意思了，有点累呢。那你休息，那你躺一会儿吧，好不好？你刚刚还说跟我一块卖货呢，对不对？因为今天我带了那个艺兴弟弟的三个代言的品牌，第一个是那个 Biu 泉的男士的那个精华水，那个还蛮好的，不过今天数量有点少，有点给力啊。你们有没有男生在看直播？可以打个一。
其实我直播间男生看也蛮多的，哦，但他基本都家属，哦，就很多那种男朋友啊、老公啊，然后家里人呐、啊，然后很多运营，对不对？有没有？有。他那个打一打个米字是什么意思？米，他是心，哦，张艺兴的心。一就是这么多都是男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三个产品要在直播间，因为今天那个一心弟弟来了，所以说今晚的优惠力度很炸，你肯定完全没有 get 到优惠力度这个问题。你一般会买东西会领优惠券吗？哦，我不知道哪里可以领优惠券。你买东西从来不领优惠券？在哪里？你买的地方都会有优惠券可以领？没有啊。所以你就直接看到就直接买，猫砂什么的。对。然后啊，可以来，那你今天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好啊、来，我们一会儿要上个链接啊。我第一个上的是 BO 泉的这个男士的水，然后这瓶水的话是水加乳液，就是保湿的。第一个是保湿，第二是毛孔粗大的人可以用，很适合男生的皮肤，因为男生皮肤的话很多容易出油，然后毛孔会粗大。你其实还好啊，你的皮肤真的管理用了 BO 泉嘛？当然，那你皮肤真的管理不错，然后毛孔问题都很好。然后摸他的头，你看。所以今晚在我直播间这瓶水，它是水加乳液，买这瓶相当于买了一个水加一个乳液，因为它的质地是有点像乳液的一个质地，就很多水的话就是很透，它是有点稍微有点厚重的，但是上脸不会觉得很厚重。就我们现在这个精华水啊，它叫水加乳液，然后这瓶卖260块钱，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毛孔粗大的、皮肤缺水的，然后油性皮肤、油性过度的，然后一些干燥的人都可以买它。它是卖260一瓶的。水，我们今晚直播间今天也是260，这么厉害？对，小自己学会了吗？小自己，他在小跟叫小妹在那个学跳舞。好，我要收优惠了，因为一心弟还不知道，今晚直播间260，它是200毫升，但是我们直播间买一瓶200毫升，再送同款的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六瓶、七瓶、八瓶、九瓶，买200毫升送225毫升。哦，就今晚啊，今晚相当于买一送一。他为什么不就搞个大瓶子，不就送的？因为他不能大瓶送，因为他大瓶送他线下的也在卖。哦，就他这，但是送的同样的量，你也是一样用的，可以随身代表方便。他但买一个送个正装，他就说不过去了。是是。对，所以就是买260，买200毫升送225毫升，再送洗面奶一个。再送乳液一瓶，但这个数量太少了，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可以买起来。我们今晚直播间买200送225毫升，然后一共价格是260，我直接开了啊！倒计时开始，5、4、3、2、1，上链接。所以你不看直播也不知道我们一般直播间在哪买，对不对？在哪里上了什么链接？你看啊，就你可能只看过我们的屏幕，估计是片段。就是我们一般在直播过程中底下是可以加链接的，就比如说没有了，卖完了。就加进去，它已经下架了。这个没有了，这个不能加货。我让地下人吧。好吧，那就过了下一个了。啊、哎，这个品就是你一般用的是它哪个系列比较多？水动力。水动力保湿补水、嗯。对。就是你平时的话，就护肤有什么习惯吗？就是用水，你会用面膜什么的吗？面膜倒用的少，但是用首先用这个水。嗯。用完这个水，它有一个 lotion。嗯。就跟水动力的那个 lotion。嗯。涂完水动力的 lotion， 可以涂一下那个钻石的那个系列那个精华。哦，钻石那个是他们家就比较高端抗老的系列。哦，对，是吗？是就抗老的系列，因为那个四哥之前用过，他四哥说，我怎么买第一个就买他家的一个抗老的一个系列呢？然后就得说，其实现在男明星护肤也挺多的，因为每天上镜呀、啊，有时候化妆啊，干嘛的。嗯，就你，我觉得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就不会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的人。因为用了标泉，就让我的这个整个这个护肤方式啊，就节省了很多步骤，我还蛮喜欢。你就你爸回去就会抹个水，会一整套全用完吗？再贴个面膜什么的。我没有用过面膜哎，但是用他的产品都是用的。就你很少用面膜。对，但是用他们的产品是肯定。但是一心弟弟皮肤还很细的，我仔细看了他是毛孔基本上没有什么毛孔。对，好，来，我们下个链接啊。我们这个吧，没有付款的先踢下人，就我们现在 BO 泉的这个水动力的一个水，但是已经全部没有了，踢完人也没有了，这个已经售罄了。来下一个。好。好，下一个，我觉得应该大部分都喝过。来，纯甄，我们拿个新的，你喜欢吗？小弟也喜欢，小弟要不给你来一个。小弟，你知道纯甄有多少个口味吗？我最喜欢它那个白桃红石榴的。他该打岔了，多少口味我都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你原本这个感觉你知道一样。我说这里多少口味，我当时脑袋还想有多少口味。我卖过好像有芒果的，有桃子的，然后多少口味真不知道。合着你也不知道，应该有四种，四种五种，
四种。然后，但这个味道是我自己个人很最喜欢的味道，就红石榴。你马上到了吃石榴的季节了，一个红石榴加一个桃子，就白桃加红石榴酸奶，我给你拿一个，来。然后它是小蛮腰的一个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做成小蛮腰吗？就一好拿，第二的话它代表就肠道，因为那个多喝那个酸奶的话是助消化的，所以它就在肚子这个地方，然后是一个细的手可以拿的一个样子，是个纯真的那个果味酸奶。然后它有很多种喝法，可以直接喝，然后也可以做那个早餐，就你放一点那个麦片，然后倒一点就过去，然后就很像个甜点，好不好？这个啊，高原说那个吃石榴麻烦的人，你可以去喝它，我们的酸奶。这个其实是蒙牛官方旗舰店，也是我们一心弟弟代言的。你在跟他在互动是吗？他很想喝，你这样的话他很想喝，但够不到。小 Z 你能够到吗？我够不到他哎。你跳起来试试看。来，三二一，跳。小 Z 你这弹跳力不行啊，小 Z。你要知道怎么训练一下弹跳力。张领队一会儿要开始教他现场来，他已经瘫下来了，累了。小 Z， 你作为那个一心弟弟的虚拟人物形象，我觉得你今天要多多表现一下，好不好？我要加油。对，你要不要今天小 Z？ 哎呦 ，lock in 哦，耶。小 Z， 你要不要一会儿我们俩要跟我一块上下这个链接，好不好？好。你今天不是一直来想那个当主播来的吗？好不好？那我们一会儿一起倒计时五位数三二一，好不好？那这个优惠信息我来讲，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它是那个蒙牛的那个酸奶，它主要的味道是那个白桃加石榴。然后给我拿个透明的杯子，我们倒出来看一下。好的，那边。他们说是因为他那个虚拟人物头太大跳不起来，有可能。哎，小弟，你这一点像我，头比较大。哪有啊你？我头算了。我的头才不大呢。算了吧，你那个你，哎，你这个头，明眼人都看着觉得大了。你俩在互黑吗？自己黑自己。来，这个倒出来是比较浓的，然后里面带有果粒，就很适合小朋友，包括女生。然后吃完饭也可以来一杯。哎，一会儿我们来一个那个酸奶，来一个那个麦片。好，我们可以拌麦片吃。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做水果沙拉都用它。哦。因为水果沙拉很多用那个酱，然后很多人就是觉得口味发胖啊，或怕味道不好啊什么的，还有奶油，他都用它。还有人做冰淇淋。把它用那个放到冰淇淋的模具里面，然后用它做成冰淇淋吃，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上的是一整箱，一整箱是十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在那里一箱，挤到了你吗，小 Z？ 没有吗？好，这一杯一会儿给你喝啊。好，一箱是十个十瓶，我们现在这个酸奶。然后它其实线下价格比较统一，因为这个主要看日期，我们的日期是2020年9月最新日期，就最近的日期，然后给我们发的。然后价格卖88一箱，线下价格我们直播间所有买的人59.9元包邮一箱十瓶，我们直接上了。小曾，我们一块倒计时好不好？好，倒计时开始，五四三二一，来上链接。你现在这在趴在我们的桌子上面吗？你在俯卧撑，你在锻炼你的那个体能训练是吗？你现在这是什么动作？你在练？看出来了呢。哦，你在跳舞是吧？跳狂派舞是吧？狂派舞。好狂啊！你真的是，哇，你这狂到不行了，我的天！啊，哦，那这个也没有了，全部卖完了，这个酸奶。你这个酸奶，你还是喝点那个热水吧。可以，喝点热水，喝点温水。没有了，全部没有了。我问问看能不能加货啊？问一下我们这个蒙牛家还能不能加点货？好的。因为他家这个数量太少了，一下就没有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在直播间要送这个给大家，好不好？好的。我们要送一心代言的这个酸奶，我们要抽一屏幕，每个人一箱酸奶，再加一个签名照，新鲜的签名照。好，你是在看我们的那个？这个小 Z 的弹跳是极度不行啊，小 Z。一心弟弟在看旁边的那个反向。对。你在摸他，让他在跳是吗？我想让他够一下我的手。能跳起来吗？跳起来。嗯、你这得也要训练一下。放下来点，来，好嘞，好嘞，可以了，够了。下面这个小 Z 是我们的一心弟弟的一个虚拟形象，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然后打开淘宝搜索那个淘宝人生，能看到我们的那个虚拟人物啊。蒙牛的酸奶一会儿能不能加啊？全加了。对，问一下，把这个拿开。好的。我们要今天现场现抽一下你的签名照。哎。就难得你哥过来了。
然后这个签名照不能跑掉，然后我抽五位，每人一箱酸奶，再加签名照，其他我们截图吧一会儿啊。然后口号随意，他们都在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十月七号过生日，然后呢，到时候又老一岁了。又老一岁了，哎，还好吧，其实又成熟一岁。你这样讲到我，因为我刚过完生日啊，对不起，没有，没有，就又成熟一岁。其实每年有一个变化，每年看去年那一年，其实觉得自己在进步，就成长了很多。因为今年我觉得你录了很多综艺节目，然后像那个街舞，刚刚的街舞啊，然后包括之前那个唱作人啊什么的，就你对这些综艺节目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类型不一样嘛。像今年这一年接的很多综艺节目都是托一些专业项的嘛，对，就好像也是通过综艺节目让更多人很快速的知道说，哦，张艺兴原来会跳舞，张艺兴原来会自己做音乐啊，是个歌手，对，我觉得还蛮好的，谢谢这些大众们对我的关注跟支持。然后后来再看你演戏，觉得哇，你还会演戏。我运气比较好嘛，遇到了很多好的哥哥，然后他们都愿意帮我，然后给我机会，所以我可能就。也会能够有机会成长，加油加油。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这个手表，因为我看到你戴了一个手表，但这个黑金哇好看，哎，我们可以近一点给他们看一下，Yixing弟弟代言，这个镜头可以放大一点点，这是那个跟我戴的是一样的一个手表 ，DW 的，也是我们Yixing弟弟代言的，黑金今晚是限量的，女生的黑金只有一点点，哎，你看他跳起来，你看，哎，他跟着你，好看哦，好看吗，小 Z， 他好看吗？就我们现在这个，得把脸挡起来，它有点虚，把脸挡。哎，可以，看到了吗？看清了，可以了。这是最上面热门位第大手表，因为这个手表在我直播间我 Q 了你很多次，每次我拿出来都说是Yixing弟代言的。然后今天终于那个本人来到直播间了，然后今天我们有很多颜色，而且今晚这个也很炸。其实 Viya 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应该对这个手表很熟悉了，每次我们一般什么服饰节啊、上新啊，都会有 DW 手表，因为它比较简单。它款式比较精看耐看，不容易过时，就今年可以戴，明年可以戴。对，它的那个表是玫瑰金的，然后表针也是玫瑰金的，然后我戴这个是白色的，然后Yixing那个是黑色的，黑表和黑盘。我们今晚也有女款，因为Yixing戴的是大盘表，是个男生，然后我们戴的这个是女生表适合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好，看到吗？看到吗？这是那个玫瑰金的，这是他们家手镯，就是一个手表一个手镯，然后它有很多颜色，然后还有玫瑰金和黑盘。来看一下玫瑰金黑盘，DW 表，然后也是跟线下同款。这是Yixing弟弟同款的那个黑金，这是最新的颜色，女款的，因为你那个是大盘的，对，然后女生戴可能会有点大，对，然后这是那个女生戴的，看到吗 ？DW 官方旗舰店啊，我比较喜欢它这个表带是带偏休闲，就其实商务也可以戴，然后休闲一点也可以戴，而且它整个表还比较简约，对。最主要是比较简约，然后不容易过时，然后还有其二代的是粉色，来可以看一下，粉盘，粉盘，这好像是他们那个情人节系列的这款，对，很漂亮，在那个最上面的热门位，慢点，麦克风，小心，是不会把他们撕一下，估计，好，把水果拿走吧，好，来，然后这样啊，我们今晚所有在我直播间买的人，就这个表，要买的表在最上面热门位去领一张580的券。因为今晚在我直播间所有买的人 DW 这个手表就比较简约款，也是他们家卖的最好的款，这个系列是店铺里面卖的最好的系列，就它表其实还种类还挺多的，但这个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简约，就比较精戴，你今年可以戴，明年可以戴，然后不分你的衣服的搭配，我穿休闲也可以搭，我穿职业一点也可以搭，然后先去领券啊，因为今晚所有买的人他的表单独表是1880，我们今晚1220送手镯，这个手镯是单独卖500多的一个装饰手镯，玫瑰金的。所有今晚在我直播间买的人，1299这个手表再送一个手镯给大家，一套1299，还有6期免息，来准备。我们一起倒计时5位数啊，最上面热门位，准备5、4、3、2、1，来上链接。一定要领券，千万不要忘记了，热门这里，看到吗？再教一下，点开往下滑，详情页这里有 VR 的图片，点开就是领取优惠券了。然后第一个颜色是我们带这个颜色，没有开啊，5个啊。玫瑰金的白盘是最经典的颜色，然后第二个颜色是那个玫瑰金表盘，然后大一号的，就是它手镯有大的跟小的，但大的话比较适合手粗的人或男生，但是一般大部分女生的话，小手镯就 OK 了，它手镯是可以掰的，所以不用担心大小。然后还有那个黑盘，就是那个玫瑰金的黑盘，然后黑表带。
黑盘没有了是吗？它有的颜色已经没有了，它这个只能踢人。对，黑色比较适合男生，就为什么要踢人呢？踢人就是说有的人拍下拍错了，没有付款的，然后他可能自己关闭不了，我们就把它关闭，然后这个叫踢人，不会真的踢他。哦，就跟那个种草跟拔草一样的。哦，好吗？那我们一会儿把那个没有付款的先关闭啊。好的，好的。对，然后还有几天，10月7号就是一星弟弟的生日了。嗯，对，对了，刚忘了讲了。忘了讲了、嗯、我们今天买的人还有一星弟的这个明信片，明信片就刚所有买的人里面还有一张，六张不同的。哇哇，这个好好看，帅帅，这个不能给你。小 Z 帅吗？小 Z 我帅，一星哥哥也帅。你也是一星哥哥，只不过你是那个一星哥哥的虚拟人物叫小 Z。 好吧，我刚刚差点忘了，他一直在跳跳跳，他还是一直在往上够。对，10月7号是一星弟弟的生日，然后呢，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哦，小小的甜点来，哦，因为知道你爱吃甜食，所以准备了一个小的蛋糕，然后饼干已经在你的休息室了，谢谢谢谢，好吗？这是一个甜的一个蛋糕，哦，你可以一会儿可以，这是你一个人可以享用的，但是还是少吃一点，对对对对对。少吃一点，感谢各位，感谢，有幸吗？有幸吗？对，然后还准备了一箱零食。你干嘛？哇塞！你干嘛？我就让你带走。你们刚刚已经送了我一箱，又来一箱。对，一箱不，这一箱的话是不一样的。这一箱的话就是根据你的口味，我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你喜不喜欢？就是比较偏甜口的这个，好，放地上吧。对，偏甜口的一箱零食，然后这个你可以就是在排练的空隙啊，然后就路上饿的时候可以吃。还有一个礼物。哎呦，我的天哪！因为马上到中秋节了，然后也是那个你快过生日，这里是一个花好月圆的东西，给你看一眼，哦，是个摆件，是个玉，就是花好月圆。哦，这个是什么玉啊？蓝田玉。哦，嗯，大家看一下，蓝田玉是一个花好月圆的一个摆件。嗯，对，然后祝你越来越好。哦，谢谢。然后提前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品牌的项链都上我们直播间。哦，谢谢。因为那个项链的话，上次来我们直播间一下就没有了，然后第二天我就被刷屏了，说怎么他再上一遍。主要是因为您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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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来吧，这个先拿开。好的。就是后面那个一星弟的那个品牌，然后多来我们直播间，然后多多的给大家多带一些好的东西和福利，然后多出专辑，多营业。好，然后也注意休息。好的，好不好？然后你也学姐，对，你要注意休息了。你这已经本来运动量那么大，甜食可以适当吃点，但不要吃太多啊。我们又开始要嘱咐他了，提前祝你生日快乐，10月7号，谢谢，谢谢，生日快乐。对，然后今天呢也很荣幸，因为今天那个一星弟弟就是我们约了很长时间，上次就因为一个档期问题，然后就有点延迟了，然后他们就问我了，说一星弟弟是不是来？我说来，但是后来就因为延迟了嘛。然后今天终于来了，然后下次的话好好照顾自己，然后多多营业，然后你的新专辑等你发新专辑。好，能不能透露一下什么时候？新专辑现在一直在筹备过程中，但是比起新专辑还有一个更大的事情一直在这里，在这里准备着，可以期待一下。就不能讲什么事情吗？期待吧，期待吧。好，等你的消息，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谢谢。注意休息啊！我就走了。那你不走也可以啊。我觉得你不走也可以，多待一会儿也可以。然后饼干在你的休息室。行，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拜拜。为了你加油。拜拜拜拜。小 Z 加油。期待。再见。注意休息啊！拜拜。拜拜。小 Z 走了。小 Z 走了吗？小 Z 要走了。啊，拜拜。小 Z。谢谢姐。拜拜。拜拜啊！休息啊，休息，拜拜。再见。那手表已经踢了人了。对。好，也得让那个一星弟弟早点休息，已经 对把那个镜头往上调一点点。好的，下次我们再期待一下，然后他的那个饰品啊，然后项链啊，然后一些品牌啊，会来我们直播间。也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很多张艺兴的那个粉丝们，然后我们再抽一波奖给大家，好。